天峻山的崖壁上，大狂选择把自己的巢建在最高的位置。如同他们的鸟巢一样，他们也是这片草原中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空中霸主。鸟巢之中，两只毛茸茸的空中霸主看上去还略显青涩，没有学会飞翔和狩猎，它们只能趴在窝中嗷嗷待哺。大狂是一种晚成性鸟类，尽管